是我跟你讲，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那个嘛？我怎么可能怕他们了？那个王菲，我知道你是骗我的，我你是想让我放弃小小才这么说的，我的、这个的话，我又不是那个傻子，对不对？那个，我叫你想放弃，你想放弃，哎呀，人家本来就不喜欢你，你这再怎么狗皮膏药都没用，我跟你讲。那个，你这样子只会让别人越来越恶心你的。那个王菲啊，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如果你不兑现你的承诺，让小小跟我在一起的话，你这会儿你跟阿梅，你们两个，现在是多么的幸福，但是。怎么回事呢？这家人们他怎么把我挂了？哎，家人们，那个他啊那个。王菲怎么挂了呢？怎么？爱去不得，家人们，他那个王菲他那边怎么挂了呢？他是不是那个被那个王菲的号被封号了是吧？你看，就是，你看那个天，那个天意，都让他，都要让他去封号，对不对？他应该不是被封号，应该是他自己挂了吧。发起 PK， 他应该是挂了吧？那个我刚刚那个王菲，怎么回事呢？怎么一下子就那个一下子就看不到你人去了？你说怎么回事吗？我们主页家人们啊。那个咱们在直播间的一直帮王菲点点赞，然后公屏上那三个字一直打起来啊。那个王菲啊，我还是刚刚我刚刚我的那一句话跟你说的跟你说一下子就关了，一下子我跟你说啊，如果你不兑现你的承诺，不兑现你自己的承诺，让小小做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也跟阿梅不会走到最后的。我跟你说，危险我呢？危险我啊！既然我错了，真的是啊！你是阿梅的妈妈吗？你是阿梅的爸爸吗？我是阿梅的哥哥。那你狗屁哥哥！我没有你这个哥哥，不是生。你别以为你们这会儿的话，那个跟阿梅嘻嘻哈哈啊，跟阿梅真的，你别以为真的阿梅这会儿就是真正的阿梅这会儿就真正的成你的女朋友了别以为阿梅和你们两个能走到最后。
哎呀，是曲布就这么个，人家小小自己，人家小小看不上你，人家是不喜欢你，你太无赖了吧？你真的是，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嘛？肯定是怎么调菜了？肯定是那个你们在那个小小小小那里说了一些我的，说了一些我本来那么好的一个人，肯定是在小小那里说我不好，我这不好那不好的，应该是小小才会这样子的，不然的话人家小小我看得出来的，小小人家小小那么喜欢我的，肯定是很喜欢我的。你好不好？需要我们来说吗？小小他不知道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小小他不知道吗？小小他只，你好，他就是因为被你们带坏的。你以为我像你一样专门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来，我让直播间的人评论一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来，我们直播间4000位家人们啊，公屏上打出来，曲布是好人还是坏人？对，爱曲布的家人们啊。打一下给他啊，打一下给那个王菲看一下。我打给你看，我让他们打给你看，曲布是好人还是坏人？打在公屏上来，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让他自己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到了没有？曲布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的话打个好人，坏人的话打个坏人来。看到了没有？你是什么样的人？看到了没有？啊，我在我这边的话，全都是打了那个好人什么的。看到没有？坏人直接给你乘到1000去了。他可能是我这段时间没有那个直播，所以我爱曲布的家人们还没有，有一些还没有爱我的那些我的粉丝，他们应该还没有寄来。现在是你的，来，我不跟你扯那些别的了啊，你自己该怎么样去啊，那个。你人家小小不喜欢你，你阿美怎么喜欢就是也没用。啊，王菲啊，咱们两个，你看，咱们两个阿美，你们两个阿美，我妹妹，你算是我妹妹嫁给你的，你也算是我的妹夫了，对吧？那个小小和我们两个在一起，你应该是。高兴才对啊，我真的是服了，咱们四个一起高兴咱们四个一起幸福一起高兴不行吗？偏偏要这样谁跟你幸福？哎呀，你一边去，好了，我把你挂了啊。咱们要不要把他挂了？来，准备叫什么？王菲，你不要挂，你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咱们那个你应该猜一下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猜啊，你猜一下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吗？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要干嘛吗？今天我你说小小不喜欢我什么的，我现在就是在小小的楼下。你在小小楼下干嘛？搭田狗呢？我是他叫我的。小小叫你的？对，其实只是你们不知道其实小小他是喜欢我的，他不喜欢我的话他怎么可能要叫我嘛。他喜欢你的话，那他叫你的话，那你们在一起洗了跟我有什么好，跟我说这些干嘛吗？但是我需要我
我需要，我现在是在小小的这个楼下，但是我需要你去兑现那个承诺，让小小开门，或者让小小跟我一起去，跟我一起去玩，是吧？想都不要想。他只要是你说的话，你说什么，他都会听你的，对不？啊，你想都不要想哦。那个你如果一点情面也不讲，然后那个也不兑现承诺的话，你也懂得哦。我懂的，我懂什么嘛？你那能个，干啥？你能帮我怎么样？来，我懂什么？你能帮我怎么样？王菲啊，阿美是你最重要的人对吧？她也算是啊。我最重要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喜欢我的阿美妹妹，她我如果我不喜欢阿美妹妹，她找的那些男朋友什么的话，那我肯定会千方百计的去阻止的，阻止的。要是那个男孩子我觉得不好的话。你尽管慢慢走啊，你尽管走你王的，菲你慢慢啊，走，我不听你瞎扯。那个阿梅她虽然现在离婚成功了，对吧？离婚成功了，那个钱也有一些钱的话是啊，确实给了，有一些的话确实给了，但是但是呢没有完全的算是真正的离了的哦，虽然只是给了一些钱，但是呢，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真的，我的爱求不到。家人们，爱求不得，家人们，你们觉得那个王菲是一个很不讲诚信、很不讲诚信的一个人，是不是？她，我觉得她那个，我觉得那个王菲实在是太不讲程序了，直接是他的话，直接是不能信啊，真的。什么好人？他算什么好人嘛？他那个王菲的话，他只是那个表面的话，是很好的人，但其实的话是，其实的话是一个。比谁都坏的坏人，真的。什么中国好男人，什么中国好男人？你们那个演技，你们我说的是有一些小黑粉啊，有一些小黑粉真的是那个演技的话，不知道是长在脚